嗨，我们现在在汤鬼神的金棒传说这边，有听到那个蹦蹦蹦的声音吗？跟镜头打个招呼一下。嗨嗨，嗨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哦。哦，这个太夸张了哦。哇，牛黄味好重啊！妈的，超恐怖的，全员公园。哦，这个声音很强烈呢。每三小时才会喷一次，喷五十分钟，哦，很厉害呢。看到了，在那边，哇，真的好厉害哦，就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后面就一直喷，非常的强，好厉害哦。这个太猛了，真的有一种来到像地狱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很猛，满地要拍照。